确诊居家隔离的第一天，鼻塞，呼吸有点困难，喉咙刺痛，完全无法入睡，很难想象之前老母在仁爱之家第一天是这样子度过的。睡不着，数羊。城北参透我，是你深情期许过。人生尚有来处，却只剩归途。我总比真去从容。人生得一曲清欢，一首情歌两难，我们别再一拍两散。人生得一曲清欢，情味腐烂，字里行间叹离散。之前拍摄的数羊照还是难以入睡。